你的固定门口不映射。那是哪一个？对了，不是它的标志，平交有没有标志吗？你用 T2的 T0在干嘛 ？OC 还是吗 ？OC 啊，这是 OC 120的。啊。不是哪个 T2 出现？啊，不是那个手柄，震动手柄啊。哦，那个是不是 A 班的吗？你们家能写啥东西？我就说不可能，我那台板子皮带都不用搓脚，我不会。手抄不用，直接用程序就可以。几十K 肯定不行。几十K 不行啊，最单一的 K。那一百，那个程序跑不动，100K 跑不动，100K。都干我了。我给他那个。上一 K 以上的，就是说程序方面的那个上的线。啊，行。一批一好，我有一件，是淘宝还可以，是淘宝还可以，是给我。我就说你超，你小于100微秒，绝对不能小于100微秒，小100微秒从淘宝这边做个试验。你在想着他的那个，像上老九碰上丢就不够，这个是11.5的。哇，不行，这个暂停。把这个挑出来，把那个挑出来，钢棒就出来了。钢棒出来以后放回去的话就是这样放。等会儿，有孔的这头，有孔的刀先进，进去以后放这个，放一放，再拧这个。对到这个孔，对到这个孔，对到以后，可以，好了。